查查有 face。我是今期的 rapper， 我叫邵子峰。其实我是下一代的创作人。上一代啱啱开始放片上去 YouTube 啦，咁啊上一代经历咗乱咁拍都有好多人睇嘅，我就系嗰啲乱咁拍嗰啲咯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星驰，因为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找个人来帮忙。哎，帮帮手。前几天我看见了不少朋友在我的腰上就说和空竞争论，问我最喜欢自己拍的是哪一部电影，我在这说个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惊喜，即是等于以前我们小小个都唱啊，唱好多即是咩圣诞夜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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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陈杰明一美通就会马国明，当世 S 遇上蔡康永，甄子丹打功夫最。呢一啲创作，我觉得唔应该话乱咁，又话整啲条例去监管佢啊，咁样。即系有阵时候我哋匿埋咁样，自己作下啲打油诗咁样，又话要监管咁，咁样好痛苦噶咁样。